諗每個人都有啲波折或者有決定嘅時候，逃避係一個最容易嘅選擇方法，當自己蒙蔽住自己一路係咁走，但其實件事仍然存在。情緒發生變化的時候的同步，應該去想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，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在戲裡面叫做張子偉，在一次的行動裡面有一些事故令到我們的感情上有一些很大的衝擊。你埋他身這麼多年，突然間說不做天 Sir， 他面對一個抉擇，要兩個人死加一個。如果你這一刻你都未死的，你還可以演活下去的時候，你真的有權選擇你這一頁的以後的東西。